Praise the Lord.生命的本身就是苦的，就像各位坐着也会苦，站着也会苦，但是既然是苦的，那我们要如何超越呢？那就是慈悲。简单的说，在家也苦，出家也苦，但是出家的苦是有意义的，甚至还可以解脱利益众生。那在家的苦，那没办法，那叫不断的轮回而已。所以我想，人必须勉强自己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多思维痛苦，不要光找快乐啊。因为如果你思维痛苦，那你就会升起一个出离心，你就会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可能得癌症哦。”所以他就会去每天找医生呢，他连吃东西都会很小心。进一步呢，他也会升起大悲心。为什么？哎呀，生命这么苦，别人不知道，我怎么样去帮助对方？所以我想追求快乐，那你就会忘了痛苦。就像经典说的，一个人掉落井里面，拉着绳子，结果上面居然有蜂蜜下来，哎呀，他就赶快吃蜂蜜，忘了那个绳子快断掉了，因为底下会毒死了，要咬死他。所以念一下三世诸佛以苦为师啊，所以佛陀也因为这样，当然世间人都羡慕他，佛陀我未来要做转轮圣王，太太漂亮，全国老百姓都很爱他，又长得又高又帅又聪明，但是佛陀不思维这个，佛陀想的是那会老会病会死怎么办啊，他所爱的人也会老病死，怎么办啊？所以他根本不会去想要去享受世间的快乐，因为他已经是最圆满的了，大家最羡慕的，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想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今天跑这么远的地方，下午太阳这么大很多东西不方便，但是我们很快乐，为什么？牛就到了，羊就到了，那些羊我看他们已经跑到山上去了，所以甚至有很多兔子，特别那些水牛，哇，个个又壮又大，所以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永远没有恐怖、充满爱的地方。所以虽然我们来去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各位，你下午去了又回来快乐吗？这就是意义之所在啊。而且成立的是各位世界最大的放生园呢。因为你看过去的都可以放生了。所以我想能够让这些牛羊得到快乐，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慈悲。如果我们的妈妈生病，现在好一点了，哎呀，你再怎么痛苦，你都觉得有意思。可能各位要培养这个心态，它不是一只牛，它是一个妈妈，它是一个爸爸，
他是一个未来佛，啊，这一辈子你帮助他，生生世世他会帮助你。我们也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才去救他，我们是为了报恩啊，就像爸爸妈妈生下我们，啊，所以我们愿意，啊，心甘情愿的让他快乐，啊，所以我想，就像爸爸妈妈老了，你买一栋房子，找了很多人照顾他，啊，让他吃最好的，啊，用最好的，只要他多一秒钟快乐，那就是你努力的目标。所以佛陀要我们学习这样爱所有众生。如果各位你能够这样去爱所有众生，你看你生命多有力量，爱蚂蚁，爱蟑螂，爱牛，爱人，爱天人，爱佛教徒，爱基督教徒，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啊！那你生命就会产生力量。所以我想开发佛性，每次我都会讲这句话，来显现慈悲，即见如来。所以佛陀要我们从慈悲里面找到自己，佛性就是慈悲啊，以前我们就往外求，求名求利求别人认同，压力很大，你高有人比你更高，你有钱有人比你更有钱，你漂亮有人比你更漂亮。但是如果各位开始找慈悲，没人跟你抢，我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出家人说，没人跟我们抢啊，那些孤魂野鬼谁跟你抢，那些要被杀的动物屠宰场谁跟你抢啊？没有佛法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道场，道场够大了吧啊，所以我们有做不完的事啊，有做不完的啊慈悲。所以愿大家能够经常如此。所以我今天要来讲一些牛的故事，本来昨天要讲的，结果一上去哇，都是同学，这个叫变化无常啊，一个故事也没讲，因为都是同学，他们今天也没有去参加放生，所以要讲的是对他们现在有意义的，但是各位今天很多菩萨去参加回来了，所以我们来讲这些故事。那讲这些无非就是希望各位升起信心，信心啊，所以当然要感谢我们弘光法师啊，仔细的这样来帮助，更要感谢我们张莲华居士，还有很多居士菩萨啊，才能够成就这个功德。那就我个人讲，我只有一个感受，我把妈妈爸爸放在这边了，我从内心里面感恩各位，也从内心里面希望各位能够啊照顾他啊，但是我的心态，我永远每天都要回向感恩所有的照顾他的人。所以因为对我来讲这就是修行，所以我今天有了一个想法，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实现。我跟我们几位法师说，我看哦，我下回来大乞力哦，住3个月好了。然后呢，他们只管说，来，师父，录音机录下来，录下来。你每次乱开支票。我说没有，我说我要来，我这次又提早来了。但是你不住3个月没办法呀。每一个学校啊讲一讲啊，每一个老师啊结结缘啊，而且多去跑跑护生园啊，从泰北哦到缅甸北部很多地方啊，都要去结结缘啊，而且今天我们碰到这位金三角的大师，我们也很高兴，他也会念 Om Mani Padme Hum， 他也会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他不会排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慈悲啊。慈悲不是我喜欢什么，是你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
并不是说我念佛，你跟我念佛就好，是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所以菩萨道是以对方与众生为主，解脱道是以自己为主，保护自己。所以我想能够有这样子的菩萨来引导，那是我们的福报。第一个故事，牛状元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啊。那么以前有一只耕田的牛，它不小心绳子被它弄松掉了，它走就走到一个寺庙。那个时候呢，那个寺庙是刚好六月初六，大太阳，在中国把经典都拿在地上晒很多经典在那边晒。那只牛进来以后，它为了要找草，看到地上有很多，它就在那闻来闻去，一半的经典被它闻完了。后来里面的年轻法师才看到，哇，有一只牛，他怕把那经典踩坏了，跑出来把那只牛赶走了。后来赶走以后，那只牛被主人找到了，拖回去了。但是没多久，那只牛就无病而终，死掉了。那死掉以后，他就去投胎在一个有钱人老员外的独生子。那一生下来以后，这个小朋友很聪明，很会背，很会看书，很会背经，所以很快就考第一名。后来呢，中了状元，中了状元以后，皇帝对他很好，又把女儿嫁给他，又是驸马状元。那他20岁，从京城回到家乡，全乡的人都出来欢迎他，但是呢，还没有到家乡的时候，经过那个寺庙，他看到里面有很多出家人在念经然后他听得很舒服，他就跑进来，然后出家人念经，他就把经本打开来，就刚好那一页，出家人念的他也会念，每个字都看得懂，出家人念很快，他也念很快，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后来念到某一页的时候，他突然后面都看不懂，奇怪，前面我都会念，为什么后面我都看不懂了？念不下去了，他就起来以后看到老住持在里面，状元就走进去了，他说：“老和尚啊，来你寺庙很有意思，你们师父念经我也会了，而且念起来很有意思，但为什么念到一半我不会了？”老和尚说：“状元啊，你听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在20几年前呢，老和尚就讲了，有一只牛来到这边闻经典，被一个年轻法师赶出去。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赶你走的那个年轻法师啊。你呢，就是那一只老牛投胎的，因为你闻过了经典，所以呢，你就脱离畜生报。而且你闻的那些经典，你现在读起来很顺，但是我把你赶走以后那么你就看不懂了。所以状元不要去享受人间的富贵你上辈子是畜生，因为能够闻到经典，脱离畜生报，有智慧，生在富贵家庭，你要好好把握人生难得，精进修行不然再堕落畜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状元一听跪下来，师父，我跟你出家好不好？他不会去做状元了，不去做皇帝的女婿了，出家了。这就是佛教历史很重要，叫牛状元的故事。所以我这样讲，各位，今天我们所放生的那些牛跟羊，生生世世看到你那种感恩呢，没有办法形容。而且今天大家在那边为他们念经做很多功德，这些牛生生世世听闻佛法很高兴。所以我想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所以在我们巴利文的法句经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各位应该听过。有3个年轻人从乡下到都市来赚钱，结果3个人租了一个老太婆的房子，
住在那边，包吃包住一个礼拜。结果三个人出去做生意也没有做到，开始去喝酒赌博，把全部的钱都赌光了。七天以后，哎呀，完了，明天要走了，要缴钱了，没有钱，全部赌光了。三个人讲好，一大早啊，趁那个房东老太婆还没醒来，赶快跑。那个老太婆想说，哎呀，我服务了七天了，我终于可以收钱了，很快乐啊。因为那个房东早上他准备的特别丰富，准备请这三个年轻人出来吃一次，要收钱了，他们今天要走了。结果一起不见了，哇，老太婆很生气，追啊追啊，从跑很远的路追到这三个年轻人。哎呀，你们三个人欺负我老人，我辛辛苦苦，你们钱都没给我，你们怎么跑掉了？这个三个年轻人很凶啊，不敢承认啊。哎呀，老太婆你不要乱讲啊，我们一进来就把钱给你了，你才让我们住的，你现在不要诬赖我们，你再讲我们打你哦。结果这老太婆气死了，好，你们这样欺负我，我生生世世找你们报仇。话讲到这个地方，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有一个国王，他出来巡视的时候，居然有一只牛从后面把国王插死了。那印度人很尊重牛，又没办法，后来牛的主人知道自己的牛杀死国王也不是他的错，赶快把牛拖到别的县市，想快把它卖掉了。结果他在走走走走走的时候，那只牛又把这个牛主人从后面插死了。插死了以后，哎呀，不吉祥啊！这个牛主人的儿子就把牛暗暗的在别的地方杀掉，杀掉以后卖掉，但是最便宜的就是牛头啊，没有肉。结果有一个乡下人，哎呀，天哪，牛头这么便宜啊！哎呦，就给他买，难得他可以吃肉了。结果买了这个牛头又重，扛扛扛扛了一段时间，太重了，看到一个树，把它挂在树上，哎呀，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结果在树躺在那边睡觉，牛头太重了，树枝居然断了，那个牛又把它插死了。国王牵牛的乃至买牛头的三个都死掉。后来这个事情传到佛陀，大家就问佛陀怎么会这样呢？佛陀就说了，就把那个故事讲了，三个年轻人欺负老人，老人怨他们，所以生生世世老人投胎做动物，那是那一次做牛，一个做国王，一个牵牛，一个是买牛头的，三个他都找他报仇。所以各位，老实讲，你救一头牛救多少人，你知道吗？杀他的，伤害他的，切他肉，卖他的，乃至一头牛，你看多少人吃，你救了多少人所以救一头牛，如果在我们西藏人怎么讲，如果你一辈子做了很多杀生杀人，你只要救一头牛，杀业就消除为什么？因为牛对人类有恩呢。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了解也相信轮回因果，你所做的一切，哎呀，生生世世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婆罗门就是拜火的他们要拜火神的时候就要杀羊，用那个羊的血，到现在还在办呢，现在每一年五年一次，去年11月28、29去年在尼泊杀了25头水牛为了要来祭婆罗门神，无量有钱人杀水牛，没钱的杀羊，五年办一次宰牲节，所以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有一个婆罗门，他牵了一头牛要去祭神，结果把牛牵了，突然那一只牛在笑，奇怪，要死了还在笑，然后突然那一只牛又哭，那一只羊又哭。那个婆罗门就跟那羊说，奇怪啊，你就要死了又笑又哭，什么意思？羊居然会讲话怎么羊会讲话？那只羊就说了，哎呀，我为什么笑你知道吗？我已经被杀499次了，你这一次把我杀了，我可以回去又投胎做人了，
所以我在笑。那我为什么哭你知道吗？我以前就跟你一样啊，杀一只羊啊，结果呢轮回了500世做羊被杀，所以我想起来哭。我看到你也哭，以后你跟我一样要被杀500次啊。这个杀羊一听，那开玩笑，那我不要杀你，免得我被杀，就把他给放了。羊说可能没有用啊，业报啊。结果这只羊去吃草，来了一个地震，石头掉下来就把羊头给切断了啊。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救了这么多羊，只要你内心有随喜，有没有出钱都没关系，你内心里面随喜，功德都有了，那少了多少个500世的苦，多了多少个500世的朋友快乐助缘啊。所以今天我在现场都说，莲花生大师说了，救一只家里养的羊要被杀的，出家一辈子的功德啊，救一只山羊，出家7辈子的功德。为什么？慈悲的功德啊。如果我们出家只为了个人解脱，那还不如慈悲的功德，就这个意思。所以放生啊，是这个世间第一有力功德。特别我们这个地方叫大奇力，人家问我说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大奇力，我说那边有一个有力的功德，那边有全世界最大的救牛放生，所以它叫大奇力啊。所以因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功德，为世界啊，啊，金三角啊，金三角，这个黄金就是慈悲啊。佛教里面讲了，修心我们叫练心术。什么叫练心？如果你的心有慈悲心，有菩提心，那心如黄金。这句话跟我背下来，心如黄金，身如乞丐，哎，要如此啦。我们修行人就是这样的，内心里面充满慈悲啊，力量，但是身体随缘啊，啊，身如乞丐，不要求太多。再来，还有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第一个精舍就是印度的竹林精舍。那竹林精舍在我们佛教里面是第一个护生园，而且这个竹林精舍生生世世只要有佛陀来投胎，包括下一任弥勒佛，那个地方都还在啊，那个地方还继续成为佛陀的第一个精舍。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竹林精舍里面，任何动物进到里面都不会被杀，还有这个生生世世的加持力。那这个竹林精舍